我刚才不就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已经到了，到电梯了。我就是要让爷爷知道，无论他怎么逼我，都没用。秦东海，其实昨天呢，你叫秦东海来应征家庭教师。是，我是来面试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可要好好了解了解我了。我呢？是你未来的学生，花明月，传说中的弗罗拉小霸王，名媛界的草包，成日里不学无术，就只想着看帅哥，看到我喜欢的我就直接。请你注意自己的行为。那不行，你看起来这么可口，不用做我的老师了，不如我们加个微信吧。你有时间犯花痴，不如多点时间审视一下自己，为什么成为别人口中的草包？你给我站住！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花小姐，我真的很赶时间。是你的时间宝贵还是我的时间宝贵？时间宝不宝贵，要看如何利用。保尔·柯察金说过，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：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羞耻。保尔·柯察金，他差不差劲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冷笑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爷爷跟你说的“慎而出化，静而威矣，无不柔嘉”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用不着你在这儿跟我解释。我知道不应该评论别人，但你知道自己不学无术，还沾沾自喜。别人说你草包，你还不思进取，每天把自己装点成一个小公主，心里却想着低级龌龊的事情。低级？你说我低级？话不投机，再见。再见，再也不见。骂人不带脏字了不起？别让我再看到你了。哼。去查查这个人。